各位，借着今天的聚会，我想宣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默然，从我见你的第一面起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 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默然，你已经和霍金言分手了，就让一成陪你重新开始吧。谁说我们分开了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和默然是合法夫妻，谢一成，反倒是你。 你有什么资格向墨染求婚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事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医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说。他给忘了，肖梦一向是个不正确的手里。你还会想什么？这就是一个录音罢了。你如果真的想污蔑我，什么录音你合成不了？你不承认。 有人承认，简总，当时 FUI 出现了严重的债务问题，需要大笔资金。这时候，简一成找到了我，说只要能搞垮雨泥，就能帮我脱离危机。结果是他让我陷入了绝境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所有的资金都流向了你。 一个不知真假的录音，一个已经信誉破产的证人，你到底怎么证明这些是我做的？怎么证明？你跟警察去说吧。严一成，你涉嫌诈骗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我当初怎么会收养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？ 你太让我失望了！别打了，赶紧跟我们走。默然，二叔对不起你。从今天开始，简氏集团就交给你了。 二叔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怎么了？只是没想到，结果会变成这样。 简总，这次 FUI 送的样衣质量很好，也符合设计要求。检查好了后，就都去准备大秀吧。好。小简总，刚刚奥美对抄袭雨泥设计一事进行了公开道歉，已经上新闻了。好，知道了。你先去忙吧。 喂，你好，简小姐您好，我们是经侦支队，简一成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模特都化好妆了吗？化好了。衣服都检查好了？都检查好了。小简总，模特小鹿不见了。什么？都找过了吗？找了，没有啊。打过电话吗？打了，都不接。有其他备用模特吗？ 那套礼服是根据小鹿的身材定制的，其他模特身材都偏高大，穿不了。小简总，我看您的身材和小鹿挺像的，要不您……我肯定不行啊！哎呀，你行，小简总，来不及了，我真不行，赶紧走吧。 轻轻的又浮现，它深入我的心间。你的回忆，它悄无声息，总是从来不分离，将我的遗忘时间慢慢唤醒。我却为何？ 无数次的偷偷的想起，和那些片段回忆，总是一次次的清洗着我你，和夜幕的你，和岸边潮汐，好想再描绘孤寂，不想再忍耐没有你的哭泣，我曾经那些。 经受一时的海枯石咽，我可以在你身边，直到你想起我的那天。